在 Pompeii。I'd live in your bed if I could。Can you sign this waiver？ 窗外的风一点。Just says that you'll be mine for good。I've been uncomfortable lately。Hello，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安妮日记。我们又在去看办公室的路上，希望下半年双十一之前我们就是能把这个事情定下来吧，帮我们选一选看哈。今天的第一家，也都不是特别满意，我觉得找办公室真的也是看缘分，想起了我们去年找新房的那个阶段，太难了。哇塞，现在才3:48，我们已经开始吃晚饭了。我这两天在减肥啊，如果你关注我的小号的话你应该知道，然后千万不能破戒，早点吃吧，吃完就是那个啥，早点睡觉。哇，这烤蔬菜还是挺大盘的，吃得饱 OK 的，没问题。嗨朋友们，距离我减肥已经几天了，我先看一下哈。7月11日，今天是7月22日，共11天时间，我是从55公斤减到现在52.3。这可能就是我减肥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了，就是5.4斤，哇哦。说实话哈，真没什么技巧，就是少吃，吃的素一点。今天啊，值得记录一下，是我自己带饭的第一天。这个杯子是一个那种沙拉杯，然后它是那种玻璃材料的，然后旁边还可以卡一个叉子。哎，就我这种颜值至上的人啊，就是还是要喜欢这一些就是看上去花里胡哨的东西。这个杯的好处就是它是分离的这种酱汁杯嘛，就不会把菜腌得太咸，也可以这样倒。哇，巨香。不过据说这个沙拉可以摇一摇，牙套牙套牙套，我的牙套是这个牌子的，就是 Spark， 然后它跟隐适美就差不多，都是美国的品牌，带这个的比较少。然后我医生吧，反正就拿我做试验品吧，他就是说这个的话材料会更好一点，不染色，但是软件来讲是隐适美的软件更好，他说两个其实差不多。然后它这个收纳盒我很喜欢，隐适美是那种塑料盒的嘛，我觉得还是这个比较好。吃午饭咯。这个酱汁就吃起来比较中式，不会那么寡淡。还有一个酸奶杯，浅尝一下，希望大家都能减肥成功。好了，我饿了。大哥好冷酷，大哥问你们，你们觉得他瘦了吗？轮廓出来是吧，有点瘦了。温宝你睡醒了吗？我们开始逛街了啊，你睡醒了没有？温宝你是谁吗？啊，你在干嘛吗？你刚才有没有做梦吗？啊，不讲话。温宝你变小花猫了，变小花小块好不好？这个水水要放这里，藏不进来喽，藏货这样又放喽。今天就是真的大放啊！约定好以后，我们周末。哇，我第一次吃咸的可丽饼，
还挺大份的，可以算是第一次的吗？这个算吧，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果只吃这一盘海鲜，什么其他都不吃。我跟你讲，我们现在要去今天行程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带小恩宝去嘉里中心玩喷泉。现在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网红打卡地点，然后大家就穿着那个，呜，好多小朋友穿着游泳衣在这里玩水。我们今天也带了游泳衣。哇，小恩宝社恐。拖鞋给你。小恩宝，我们换衣服回家吧，好不好？冲呀！刚拆了一波箱，跟你们分享一下，收到两个代购的，一双 Prada 的鞋子，这个是我上半年就买了，想不到呀，现在夏天呢，都在尾声了哈，我才收到银色的一双，就编织这种感觉，还有一根围巾，这个围巾也是 Prada 的，带的这种装饰类的这种。围巾，哎呦，我今天这个穿起来就可以上台表演了。然后是一件上衣，哎，拿在手上可能看不出来，是 Victoria One Chan Victoria Chan 收到的一件他们的公关礼物，袖子这个地方很有特点啊，这样你们看不出来，我还是 po 那个图吧，我觉得挺好看的，期待过几天可以穿起来。然后是买了一件小上衣，这种风格反正最近还是蛮火的。这个叫什么风格呢？就是，不知道，不好意思，真的是不太会形容这个风格这个东西哈。这件料子超级舒服，它是那种滑滑的那种料子，感觉是那种速干的料子吧。然后这种小上衣就是要买的很贴身，然后最好就是有一点点露脐，这个领子就是比较翘，没有那么服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的设计的这个理念和这个意图是什么？就是有可能就是特色就是这样吗？我们也不敢妄加评论是吧？毕竟也是非常潮流的这么一个品牌哈。然后是买了几件衣服呢，打算过几天去三亚穿的，这个就是挂脖的这种编织衫，哎，就很有度假的感觉。然后这次去海边，我买的颜色都比较素一点，我想要一次非常平静的，就是家庭的这么一次度假旅行哈。想起上次我们的三亚之行，哎呦，那个真是曲折哟，难忘哟。就是这个东西真的很玄学，我告诉你们，就是当你出门的时候，你一定要抱着期待。因为上次去三亚的时候是工作嘛，就没办法带着宝宝，然后当时出门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不想去，我想带着宝宝，我想跟宝宝一起。然后吧，就发生了就是一连串的一些故事，非常玄学。然后还买了一件条纹的这样子的背心，就还蛮舒服的，可能就是机场啊之类的可能会穿这件吧。然后还有一件就是吊带裙，颜色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就是这种橄榄绿的颜色，然后料子也是那种有一点点沙沙麻麻的感觉，所以就还蛮轻松的这么一个感觉吧。然后它上身效果很不错，因为它这个带子很细，对吧，就更露骨一点，然后整体感上看上去设计感比拿着会强很多。然后还买了一件马吉拉的牛仔裤，它的腰间设计还蛮特别的，反正也是一个经典款吧。我上身之后觉得型特别好，我买了38，其实腰这个位置还蛮修身的，还蛮紧的。如果你想要垮一点的那种感觉，其实你可以买大一些。当然是很经典的这双塔比单鞋，款式算是限定款吧，也不是限定款，就是特别款，又是一双银色的鞋子，我真的很喜欢银色啊，觉得可以秋冬的时候穿也还蛮不错的，值得收藏一下，就觉得蛮时髦的这么一个颜色。然后它这双的话有一点硬，相比纯色的塔比来说 ，OK， 哎呦，后面那个 High Demi 的也是银色的，真的是我现在有三双银色的鞋子。哇哦，我们的小院还挺漂亮的，你们看窗外的风景。我靠，这雨！OK， 绝对不可破戒。吃草吃了快一个月了，我觉得。跟你讲啊，
身体真的太诚实了。就周末的时候吧，我俩就说欺骗餐是不是来一顿，然后在星期天的晚上吃一顿火锅。我已经连续三天这个体重下不去了。那为什么我能下去呢？扎心了，老铁，扎心了。吃完火锅当天，我们两个去量了体重，明明吃的东西你比我多，我胖了1公斤，你才胖0.6吧？你怎么知道我吃的比你多？你吃的那个什么糍粑？糍粑。好啦，吃完我今天份的所有的草，就是现在是5:13，最后一顿就是16+8这个小伙伴给我分享的一个减肥的一个秘诀哈。哦，每天只有8个小时之内能够吃东西，然后我现在去做美修斯，今天一定要记得拍一个腹部的对比了。Wrap the plastic in white. Say you single all of my life. Blackest skin disfigure my crimes. Credit cards and losing my mind. Piece by piece they stitch me. Ain't no love. I'm still banging out with me. 嗯嗯，好嘞，快，我们组完队是吧？你坐哪里玩？你要看镜头吗？镜头，你靠背。看不看？看。好，刚才看到哪里啊？杰克。来了。哎，人工一百。哈哈哈哈哈哈！妈妈，我要小饼干吧。吃饼干吧，选这个的，阿姨给你下饭饭吃。现在是下午2点，我们两个吃晚饭，才吃晚饭，吃这么多米饭，你开玩笑吧？这是糙米饭。哎，你不是说糙米饭也是米饭吗？终于吃了一顿像样的人饭啊！小姐夫烧了个中餐给我们吃吃，用了稍微低脂一点的东西烧，超级香。Hello， 大家。美瞳都睡干了，在车上又睡着。今天是单独行动的一天。哎呀，我的小呆毛呀，就是头发染了才几天，染出了这么一大截的黑色。咱们女人啊，要保持美丽，很多东西真的要很精心的去经营，就是累了累了，姐真的累了。我现在呢，在等脱毛，是脱 VIO， 它的意思就是私密脱毛的意思，就是一个 V 一个 I， 然后后面的 O 就是全脱的意思。其实全身都脱过毛，然后我也用过很多的那个机器，叫做绿宝石的这台机器，我觉得脱毛效果是最好的，痛感也会比较低一点点。我们现在去参加一个活动，是富马尔它和设计共和的一个联合做的一个小展。富马尔叫做富马尔会客厅，因为我们明天要去参加帕尔玛也是香水他们的活动，所以就是两个突然撞在一起，我脑子就整个混乱。你的头发爆炸。你这个就很好看，又被吐槽了。别人的月亮就比较圆，别人的东西比较差。大哥，你已经喝得红光满面，一个人潇洒吗？啊？自己。哦，他今天披了腻子是吧？可以吧？哇，看我们的家，从外面看还蛮舒服哎。现在监工一天，我在家带娃，你安心工作。好的呀，谢谢你哈。就是他主内我主外的一天，我就是陪老公喝一会儿，喝一杯，拜拜。嗯，明天见吧。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又是工作的一天，哈哈哈。我现在要去吹个头发，你们今天。
常问我在哪里剪头发、吹头发，今天带你们去看一下。就是这我哥给我剪头发。小恩宝的一个礼物 Bugabo 的第二辆车，就是他们新出的那个 Butterfly 这个款式，终于 Bugabo 也有这种单手可以收车的散车。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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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了，爽，开心吗？你要不要上去试一下？来吧，这好像有个垫子，我们还没有。哇，喜欢吗？恩宝一岁之后我就开始选散车，我真的选了一年之久啊！主要是我这个人就是对颜值太在意了，有很多散车它是很方便，骑电时候吹车的时候不要吹大一次，就要每天这样。哦，他说这个车要推去米奇家，就是迪士尼，脑子还蛮清晰哈。开心吗，宝贝？开心，我们上车出发。Morning， 我们今天周六带小恩宝出来瞎逛，现在去家居店孤角兽，就是我们买了工作室的桌子的那一家。Hello， 小椅子，对，放这里，对，没有。好的，那我坐那。哎。嗨，冰冰。还要吧，喝好酒。今天啊，碳水爆炸。因为今天是周末，碳水啊。妈妈要爆，要开呀！要爆了。放到嘴巴。害羞怎么害羞的？给我看一下。这样子害羞的，这样子的害羞。小兔子家呀，哇，你家也有啊？这床、这桌子、这个沙发的。那么我们走了。他已经开始讲故事了。小猫咪。不准走了，电梯不能走。不可以了。哒哒，我们收到一个超级大的快递，哇，你看。这个流浪的小孩真的是。
lesson learned. If you give it up, maybe you will burn. This is a lesson learned. 你要帮忙是不是？你要拿哪里去吗？放到爸爸办公室。下期再见。